2022年8月17日，今天是礼拜三哈。啊，今天整个台湾的天气与晚安款差不多拢是侪云到好天，也过到过了后呢，部分所在也个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啊那山区呢，我那注意哈，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古历行到7月20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7度到33度哈，这是咱天气的状况。好，咱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来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加看新闻。来，首先吼，咱们来加报一篇吼，这个有关台语文论证，这个科举这边，这昨昏在咱的线顶吼，都有人吼啊，口音里边咧讲出这件代志，啊这。发生真久以前啦吼，啊，唔知讲最近这两天煞当啊蹦出吼大片的新闻消息出来吼，咱来个看这个台语文科举这边到底是发生什么款的代志？你讲台语文啊，这个科举认证啦，讲传出有立委啦，牵涉为因集体这边的科举生出来关税啦。成功大学台语文啊科举中心的主任啦，张伟文昨昏表示咧讲，讲立委啦是用着选民服务为理由提出书面的申请啦，而且啊，这立委阁唔打一名尔尔呢，伊强调中心呢手内面有赖的群组对话的截图等这边相关的证据，提醒外界唔通入来干扰。12月份秋天的科举一定公正来做举办，因为这个张伟文无正明确来指出涉案。立委的身份目前也无立委对这件代志来做回应，所以立委什么名唔知呀？现在啊，提到这个台语文认证呢，才会当来到学校教台语文。111年学年都起啦，原来会将台语文就对啦，甲列做吼国中、高中必修的一门课。未少伫学校教册，也是讲伫这个社会人事报考用来争取到会当吼去到学校。安尼做老师教台语文的机会，但是今年5月28日来举办一春季专门台语文认证的考试，刷去用查出有20几名的考生啊，利用网络群组传送和考试的题目，和下批次的考生。台语文文测吼，台语文呐啊，测验中心针对着违反市场的规定，也是讲集体作弊的考生来进行调查，并且来做出着处罚。上轻的处罚就是讲吼啊，违规的迄一科用零分来做计算。啊，那上届严重的处罚是4科全部拢零分呐，5年内面禁止搁再入来考试。中心呢，并且对着这个社会的主谋依着侵害著作权，发出了尊敬信函要求说明，但是这个社会人一直拢无出面来做说明，将中心呢将的委托律师直接提出告诉，将为文这里阴暗。第一名册爆料指出啦，讲有某咪党的立委啦，来替着参加吼啊，这个台语文认证考试这边的考生，来向着阮台语文的职业中心来搞阮施压，来搞阮讨薪酬啦，引起了真侪人的关心注意。蒋伟文昨昏又咧讲咧，讲考生啊，牵涉着集体作弊的案件，唔定中心接到订正啦，教育部嘛收到检举的批件，要求中心来出来调查讲清楚。根据所掌握到的资料啦，牵涉到作弊的考生有加入特定的群组啦，部分的考生已经有人承认讲因吼有来吼啊作弊啦。
啊，这所谓科心你咧拗呢，拗个无啦，阮这时候第一摆咧讨论啦，看下着这边的科心如果有合理的原因，拢会当提出着申诉，将伊。姜维文啊，啊，无进一步的说明是到底对几位吼，立委出来关税啦。唔过又讲用着吼选民服务为理由提出书面订正的立委唔定一个了。伊强调啦，讲台语文的认证虽然唔是国家考试啦，但是伊有这个教育的指标意义啦，公正公开性袂当防质疑啦。更加何况是吼为人师表爱以身来。表率，哪会当找你未来关税呢？因此吼，表达严正的立场，无接受妥协。如果无法度吼，能阻挡着这场的关税，会关切就对了啦。必要的时阵，会再提供信息给大家。新光大行的张涛早发布了声明。说明了台语文啦吼啊，实验中心这是属于成功大学的啊三重中中心之下的非编制中心，而且这个中心诶，这个事务委员会依进一步调查这边属实，陆陆续续对违规的科生做出了处罚的决议。嗯，科一个台语文，向用大家听下就讲开去这边。因为这有套路的问题啦，当去好干，因为你当去高中、去高中吼啊，啊是高啊是高中国校吼教大语文啦吼，即马未来讲第一百十一学年度了对啦啦，高中含高中必修的课啦，唔是较早是选修的啦，较早国校国校我唔知啊，较早系高中。高中大语文是何里用选修的啦？我的高研我送，我要透过去选啦。啊，我那边高研我唔送，我就去选。读这个大语文，上啊，因透过去。无啦，我透过去。无啦，我记得我都拢无。那大语文那是最近已经无去用消息，用这个消灭，已经就没无人咧讲讲大语，拢讲北京语啊。唔像这这，而且大牌人数提出讲吼，好好爱来教大语文，那是最贵当的行规，大几年了。这新闻，这大南美新闻台啊。无，这是底下的考试的，考大语文，你都那考掉，有通过了对啊啦，就会当好颁发一张这个啥大语文的这个教书的。毕业以后就等于教大语安尼了。哎，阿妈无大个啦，更爱摆啦，有开叫我当入去啦，唔是你哥定我当入去啊？啊，以前是有点选修啊，你得爱有兴趣去选，唔正会当好。开当他，开别他就对了。啊，你若无兴趣，你唔算啊，无人我多。这是有人关税啊，你唔。对，今嘛是改做必修诶，就是讲你若读高中、读高中，你一定一礼拜啊，搞我收一点钟啊，是两点钟，我唔知伊哪个规定啦。诶，学大语文的课，你等爱对老师加读大语文加大家咧。啊，那迄落迄个中国啊，迄个教迄个，啊老师边啊。啊，你老师边用大语教，就是今嘛因咧考试就是在要入去教些大语啊，因考试用两条字加一批啦。你别去下下。高中、初中冇，高中、初中一定爱去读大语文啊！直接问我你，看一遍一点钟啊，两点钟我唔知啊。大家拢爱读个时间啊，就是一定大家拢爱读，拢爱读咯。那就必须会，你都是爱读。啊，你都好啊，系啊，你一当读大语都好啊。哦，有阿张咁时间咧，那员工啊，下下课冇俾教大语。嗯，今麦都有啊，一八十一年都开始啦。对啦，啊，但是问题是，即阿是讲到邓来，就是啊，大语有人写吼，有人写。有一种文化哦，但是要写不好写呢，是变那，迄个是一个。一个安那课，咱是买去课过，唔知影啦。但是对咱来讲吼，台语那是愿意要讲的话有无吼？总比了上面的台语认证，上面种种较好啦。讲台语较重要啦。啊，你要讲上重要。话嘛，差不多北京语啊。啊，电视卖古都去了，规个拢北京语啊。啊，你干那好好地啊，你杀起了一礼拜几节的迄个台语课闹落用。对啊。好，我家家拢。我说，那你也是在讲我在大一大对不对？嗯、我讲靠在一个特别性的大一大，嗯、你那是所谓政治人用家己的武艺，嗯，去咧接受访问，还是迄个读卖股的时阵用家己武艺回答，倒一代不是你的武艺大。啊，电视也不是相关。就是啊，了，电视就是啊，电视流行的节目有，都是我拢差不多教。
九成以上拢差不多用台语，但是他不菜哈，拢、用北京语来讲嘛。姜伟文教授伊本身对台湾意识加迄个系足强的，伊足强的就对吼，伊真济解为着这个台湾的意识的问题哈，加摩一寡人起冲突来就对哈，啊伊是足重视台语这块，但是他不菜就是讲伊这个爆料有了哈，无讲出你为啥物人。应该知影啦，当然知影啊，但是啥那无啊？你无讲出来的时阵，安尼难要批判是咩啊？嘛无得批判去啊！你总袂当一百十三个位全部拢没有嘛？哦，对不对？无可能全部所有的位拢在关税这代志，可能是带人的位。啊，到底啥物人咱唔知，伊都无讲，无讲，咱就无多去要啊。反正有人口音的来啦，张口音的来讲哪是个立位啦？伊本来讲立位。啊，你为了对啦，尤其科技的场地，尤其是伫成功大厦，啊，成功大厦就伫台南市嘛。伊讲着你为你忽然间听到你的动作和历史的嘛。因为台南安那算嘛是历史的呢。无嘛，不分区的啊。好嘛，不分区。哎，无分区的，分区就免算啦。伊无讲对一关系的，伊跟他讲哪的你为啦，哪的你为啦，吼。哦，有讲安尼啊，对啦。但是伊是无讲对一关系啦。啊，即个听众不要讲哪的你为。阿姜伟文的前面的长工倒一个李伟都无，都是讲都无讲，一个猫咪洞，别拿仔呀，哎呀，一个猫咪洞，啊，他系单工钱啊，对啊，阿别拿仔是拿，所以这个长工就系呢样，我在外边，阿亚拿仔是拿，对，姜伟文都无讲啊，吼，对唔对？我感觉姜伟文，当你哋听众朋友将来嗰啲别记住啊，伊咪讲叫咱听姜伟文来讲，阿你讲好啊，讲埋，哦，你点样讲我哋想住啦？系啊，我跟你讲啦，而且嗬，啲公开意见啊。出来逼这个坑就没说了，跟大家这个也没说了、我不知道是怎样没被说，你不管他是民进党的立委还是国民党的立委还是哪一党，你要把他抢出来，不管瞒的，不管他哪一党就对了，甚至立委是我们熟悉的，没关系，你也把他抢出来，关税就是不对了、关税就是不对了、至于说这个台语文，我也是一句的啦，学校要加偌济课，我拢赞成。学校要加课啦，还是讲要教啦。但是上重要是政治人，你要做标率。你一方面，你像我顶面讲啊，有一个节目啊，伊个专门就是拢咧颁奖给迄个台语的嘛。台语的什么创作啦，还是什么台语的什么输出啦，还有诗啊，诗词啊，什么种种有诶无咧？结果去你接受颁奖的，就是得奖的啦。好的地价全部方面都不敢不敢要我的意思不敢要对啊地价一个方面卖过都全部都不敢要你提这台语师厨的名字的奖项还是提了什么台语创作的奖项你才提要对啊对不对这四人哥啊这些是咱公真的啊是同关于句话用自己的好意讲话买啊啊咱民众大家都足好笑的咱民众好笑好笑的歌呢就是说对政治人将来不能要求这啊，对咱那一般诶，咧就做咧做节目个上，不然唔是咱明仔载开始，免咱等下后阿伯第二来迄条山，迄个广告完了，咱开始，咱用北京语来做，你话咱两面阿伯。靠腰不然没听咧。对啊，这但红梅个干嘛见面啊？但是恁遐对政治人未安呢？是啊，恁对政治人未安呢？那听从应听是安呢？无乱未啦。我在调啦。咱听上听人民咧讲这艺术呢，靠个人就不做新闻咧。这篇爆料只不过是和咱了解讲台语文的科技认证者有做表，啊，有立委咧关税。好，啊，但是到底啥物人关税？唔知，没讲，拢没讲，没讲。蒋伟文伊跟他讲啦，讲吼。以未来就对了啦，如果那无法度人禁止这个行为，搁再发生的话就对了啦。以必要的时阵会提供消息给大家，无必要安尼啦。你既然已经跟头前逼车，你就讲讲的好啦嘛，对不对？是啊，不是靠那个老一点会，有本心动手脚啦。啊，当然你，啊，你就卖逼啊，你那听代志卖逼啊，啊，不要去想一下咩啊。啊，你娘，无在头诶，啊，无你别说了，逼这个代志，啊，这个代志你都因为也别讲啦，你讲。你讲有猫咪洞的这个立位有无吼？也看下掉这个坐标这个代志的，对阿向台语的测验中心施压要讨成绩。这表示姜伟文教授你查到一个嘛？你查到一个，用猫咪洞的立位，伊讲
请这个立委呢，你来召开公听会，和大家听看什么款理由，会当温存科市这边后边个加一句话哦。嗯，敢讲这个党无想要选市长啊？呢，或者是因想要讨论掉这个叫做啥论文抄袭风波了后，又个要支持掉这个叫做科市这边的新闻呢？所以。简单讲来讲，伊昨天在啊，边公家落去靠地震来个摇起来吼，小我了解讲是倒一栋呀。我即马先啊，我知，从头了解你意思。我即马意思啦哈，我即马根本都无什么去摇起来讲了喂。听了，我即个无面谈，我无爱摇。听了，一家公家公家落，小我听就听，听小我遐啊。对啦，啊，所以别。要崩了我个人的感觉，赵伟文教授，咱以前读过伊袂少新闻哦，伊拢为着台湾疫情要吃病，嗯，吼咧病就对啦，吼在咱对伊加配合，但是这边的崩了，我感觉无差，直接名点出来嘛。他点出来，我那有糖分没嘛？吼，对不对？嗯，他无你要卖蛋啊，要卖甜瓜，甜瓜嘛是立位啊，要卖丹田灰哦，丹田灰嘛是立位啊，这拢立位啊，对不对？这拢立位啊，大南大南这拢立位啊，啊，全国有183啊，你要叫我卖多少个啊？伊不讲是单车吧？哦，无，伊讲敢讲你无想要选，敢讲这个党无想要选市长啊？你啊？我要算起来就要动嘛，过来动。对啊，要算起来。我动哪有啊？那边动嘛，那边要动嘛。我跟你讲，没啥人啊。我跟你讲啊，这有含义啊。哦。来讲你啊。刚讲这个动，我想要穿起掉啊。嗯嗯嗯。这股我来讲，讲一个公司都是动。都是动。妈，这，咱但是这拢是咱的要的。对啦，咱要啦，咱我台中表弟啊，听这股这股话，刚没刚是这个动，刚没想要穿起掉啊嘛。有关心咩？嗯，我好啦，我意思就是咧讲，今仔日阿星啊出来伫节目上咧讲啊，讲猫咪你会开房间，我看到啊，哦，敢讲你无想要搁再管理位吗？阿姨就。我讲这话意义的，有什么意义？意思是你个经过啦，个经过讲蛮多关税啊啦。一个人一个人受理，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不是安呢，不是你就讲我要安呢，大家就来对我安。不是，我意思是咧，讲我要变，对，变个名啦，无得卖变安呢啦，对啦，哎呀，我意思是安呢啦。他意思要变个名，变个名。咱台湾的政治今仔日会这乱，不加安呢，就是足济文章讲无清楚。讲无清楚，你像迄个、迄个柯淑华论文嘛，红廿就抄，啊人去甲问讲，啊你抄写啊咩啊？坦然面对，靠腰上面叫做坦然面对，那是问我你要退算啊？你搞讲坦然面对，啊大问题，这个人可能讨厌，原因就是啥？问一，伊甲你印你；问一，伊甲你印啥？啊代志无要针对代志去做回答，那不是讨厌这吗？好了，但是一人一人，无人想你阿星阿呢啦。不是啦，我都买了料啦，无。少年做法嘛，无可能想你阿呢。啊，我有可能做哪个的做法嘛，可能无可能想你阿呢。我知阿无请教，请位文教授甲资料好啊，我来讲。阿呢阿总会啥吧？你把资料好哩，把伊靠下好啊。阿我保护下。阿你讲做做咩个？这个叫做破呀？这个摆上面叫给我先。来了哈。等你名啦，标出来先。做咱只来动安尼啦，我差不多大概在都去动，安尼啦，好啦，应该是动不动吧？好，咱台湾要动，民主动啊，哦，马克人民主动啊，好，你要讲啥子动，马克人共产党啊，好啦，进攻者是一个得的。是是是，啊，拢听你的节目吼，啊，听讲你药袂歹啊，安尼吼，啊，我本来嘛不想加买啊，啊，就是讲阮某吼，拢安尼扫安尼扫到安尼，一直困拢闲闲，今天规定都两条的，单太太对啦，啊，我个本钱哦，嗯，平常嘛拢安尼实实的，嗯，啊，拢扫袂起来的，嗯。啊，我在那边，我想听听下，然后好啊，无在那边十块来试看完，嗯。啊，食差不多
锅饭啊，我两个斗阵咧食。嗯，两个斗阵食。诶，食老锅饭啊，阮某咧困咧哦，迄香香拢无去啊。哇咧哦，恭喜恭喜！香香叫两岁个边拢香香叫。叫秘书，干那秘书直接鸟点咧香诶。系啊，阮某讲哇，那真好诶。系，安尼好。哎呀，钱也贵命哦，讲起来就一直庆庆庆庆个平安喜气哦，我到庆是安喜气个咧。诶，起码呐。嗯，起码起码有差不？我拢较未少啊。哦，安尼好，好，好，好。我无足严重。是是是是。我家己这现金嘛，阿伯吼，哎，都收未起，都按住，哎，对，迄现金嘛，大只大只都收未起。安尼安尼较快活吼。嗯，安尼较收未起来，较快活啦。阿姐嘛吼，嗯，我今晚收了足钱上诶，咁一家拢安尼。因为实在天气那个少就起来，哦安尼哦，哎，哦，啊你食五罐就安尼啊，可能你买十罐，即马食了五罐，食了五罐啊啊，等下台湾那食五罐就差就差差济啊嘞吼，我差足济咯，哦安尼哦，干那香香香安尼哦，拢未香啊啦，未香啊，未香就表示伊咧困咯，啊，拢去煮一下啦，拢去摕啊皮啊壳啊摕洗哦。下一个季节，季节的年华哦。啊，这摆困是自然咯，总啊自然咧呼吸不掉啦。啊，拢未有出声啊，对啊。拢未有有有。哇，你真好真好，跟你恭喜，好恭喜。啊，天啊，起透早起来就啊，电梯按啊变哦，啊去上班哦。哦，还是不艰苦诶。啊，像这种，像等待的这种耳鼻喉科咧看哦，咁无多。都不好，不好哦，不好，好安尼哦。啊，不好，像去人工个介绍，我无你去洗了白哦，夹的吼。他来这嘛是一几年，反正不好，一几年不好。啊，许多生今嘛食过罐头，已经差一点。啊，这个食这个哦，改善足济。好安尼，感谢啦，感谢，感谢哦，你家你恭喜。啊，你今年这那个这个片哦，嗯嗯，特别那弟弟老了，足困扰啊。是是是是，啊，我家己关心哦。哎，好安尼，瘦个足硬的，嗯嗯，啊，今嘛拢足灵的。这个胸腔今嘛轻松啊啦哦。啊，我今嘛嘛，我上海哦，要给你买十罐，我嘛上海加菜食嘞。好嘞哦，我加菜咯，贵宾嘞，贵宾咯啊，陪我贵宾讲，介好。啊，一个还有个什么 B 型肝炎的。哦，啊 B 型肝炎爱食啦。B 型肝炎绝对爱食，唔当不食哦。哦，少年人未当有 B 型肝炎嘛哈。哎，未使未使，我肯定讲啊。我是讲你叫完再去食等我食。哎，你加菜这，好，我俾你食我去。哎，是是，等下，你加菜这 B 型肝炎忙拖下。一定是多餐我吃绝对有效啊！哦，绝对有效，我跟你讲一定有效。我你要吃它六个月过去，你检查看卖啊嘞。哎，你唔敢吃啊？你讲唔敢吃？我话你讲哦，我唔话俾你吃啊，你吃看卖。哇，你这中人吃。哎呀，啊，无得以以前干人我足久个啊。哎，足久袂使，这以前干人袂使拖住哈。啊，但是安尼未散，那就好就好啦。哎，佮讲起来哈，佮讲一起多餐。过来，想感谢雄狮大爷，台湾南区的播音直播。咱信任公司好有咱独家所提供的啦哈，啊当然，今嘛是广告时间哈，啊要介绍咱信任公司这优秀什么许多山这产品了对哈，万别记住咯，身体上有毛病哦，一定得爱去找医生哈。咱虽然是咧卖我这个健康食品哈，食品的物件哈，但是哦，咱有一个先天的这个想法，就是讲，咱人本身咧出问题。头一个动作就是要给医生，医生找医生，大病叫医生看，医生来检查，你的病是为倒来，这较重要。不管你什么种病啊，头一个想就要找医生，找大病了的。好，阿咧，阿病医生开药啊，吃，哎，那是吃一大箱的，咁讲，这种毛病都那不好咧，阿吃哈这药都不好，阿你不妨听听咱的节目，你开始管咱的产品怎么吃。像这欧里上讲的话对，伊本身同因太太，包括因囝婿，尤其因太太甲伊啊，迄医生唔得看我这起啊，对啦。干阿姐啊，健康、上皮肤安尼对。所以详细话讲来，台中美容下咱难得安尼讲，小病都未致命，但是小病都好你还，七一八一医未好。西医吃到汉医，汉医无多去当个西医，嘛是赶快跌咧跌跌跌拖啦，未好啦，啊未倒啦，安尼啦，啊道理生活品质就做歹啦，啊这边安怎？我要嘛是拄着许多山，咱的产品啊赶去吃，餐餐甲咱买一罐，一盖个咱买一罐，十罐加五罐过去，明显感觉哇超够济啊，啊这个无副作用，无像西医安尼有副作用。啊，许多山下，咱内地所有为山病，佮无副作用，安尼一旦佮保养你的身体，啊，遐毛病佮无看，所以说，
得爱买啊，得爱吃啦，吼、哦，咱是安建议啦，可以希望消费大，这个好的产品都听到咱直播卡有怎样讲，有这个产品哦，台湾有这个产品哦，无听到唔知台湾买，唔知买去都买这呀，那又办不假，所以消费大，哪有听到？感到小波啊，一档来给咱告别，等于不用心的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这是咱中国边库会的缴费专线电话哈。来，咱这么一处呢，各位青山公司产品十款的朋友。难度加上三罐以外，咱我老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好朋友做挑选咯。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经热天的凉皮一领，六七半五七块，就将咱台湾制作旅行的。你要经水素品牌，双乐汤锅一支，经水素品牌陶瓷炒锅一支，这种会用钱。你要个经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真系保顺健、惠安素、喜乐清、金立明、喜乐通三十粒，这种会当。咱一道金一行为关键，另外一处呢，各位信山公司三品五官的朋友，咱都加上一款以外，更换了提供啊，请这些精品要和朋友做挑选。美国关的朋友呢，你也当个金红八八 CC 真空壶一支，你要金白沙湾气搁一条，金三米的保温杯一支，你要个金无环气的洗头毛巾一罐，喷红喷色一打，金新进台宽玻璃三零一包，拢会用得到。咱一道金。一行未完结，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号机，是咱从这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很多朋友呢，走来欣赏吼，酒真好听。诶，第一歌曲黄雨玲《酒歌》。Thank you.
感谢哈兰哥回来到我们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会在时8点到AM的7点，我们用专人来跟我们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给他打过来，公司用的先困来跟我们做回答三位服务产品价就三品直接给咱上到咱的手来哈。好来，咱今仔日呢哈，这个建阳长哈，阿兰请一下假哈，今仔日建阳来到咱这部现场哈，带咱关门闭口，咱的弟兄叫建阳来，先给咱总统阿叔听众朋友们贺节来。啊，咱总统老早，咱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早，我是建阳。来，建阳老早哈，来建阳来，有人赶快咱去对这个这个国际形势跟大家看起哈来。诶，啊，这个台南台湾哈，最近呢，诶，波浪的多就。就奇怪吼，各地拢同款吼，啊拢真大吼，拢真大。个雷公线啊，啊那不是下波了下压吼，拢很热吼，啊各地拢也渐渐有这个水灾的状况吼。那这个咱附近的这个韩国吼，韩国伫这个顶礼拜这个初八开始吼，伊就这个开始落这个大雨啦，开始连续落大雨了对啦。啊，这个伊个。落雨的这个污量就对了，创下了因115吨来的上悬的记录啦，又水来上悬的超过100吨吼，以来上悬的记录就对了。这个规个这个中部所在吼，道路啦、地下铁啦，啊，这个骑街啦，全部拢淹起就对了，啊，造成超过11人的死亡，8的这个失踪的艺术了，差不多。吹不啦吼，韩国伊个足恐怖，因为足济了，卡六济人住伫迄种地下处，对，地下处，地上最贵的冠冕，假啦，就是这个物件，就是讲这进前电影就是寄生上流，寄生上流，救命这电影吼，啊以后就是。你讲这种住伫地下处的人，啊，因这吼因为地下处吼伫地下，所以你想要人家马桶吼，要水要冲来行对，所以马桶爱比大的所较悬对啦，所以就例如讲你看伊就坐足悬的所咧马桶，啊伊他较徛起来，当看到位窗啦，看到外口，啊因为窗啦吼看到内底，所以窗啦拢安那用铁机啊吼，用起来就像黄道安尼个对，所以其实是走未出去的。啊，因为最关落去了，为地下室落去了对啦。所以造成吼，造成有一家伙啊，就三个人了对啦。因为最向阳关入来，所以门怕未开，塞未出去了对啦。塞未出去要变啊，按对窗啊开要化了对啦，要出去，有哪未出去？因为铁机啊。铁条已经好了，对啦。啊，卡电话，隔壁因当然无电话吼，隔壁厝边看到吼，帮人卡电话，卡电话了了，这电话卡未通，因为伤侪人啊，对，伤侪人咧报警了，对啦。那这个卡未注意了了，刷挂，因为安尼就对啦。隔壁的厝边吼，要来甲救了，对啦。啊，水管速度伤紧了，对啦。一个就对啦，就安尼把酒金金看那咧贵。淹死，给高早上来了，就拢淹死了，对。所以这嘛引起了这个韩国的这个总统出来个大家回去累了，对啊。然后了来发报讲吼，这款地下室的厝了，对啦，这款迄落厝了，对，20吨来吼，要完全禁止，就是袂当发建造吼，啊来，过来啊，渐渐袂使大人，你袂使无可能永远无大吼。然后对啦，20吨来吼，爱改善爱改造停车场，或者是放物件，袂使个大人了，对啦。啊，当然这人袂安那吼，你来想办法吼，比如讲找公共主体吼，吼一定大了，对啦。什么人做进步吼，拢安尼啦。其实是问题吼，你若敢讲吼，看了有够。你三三公迄边来，那淹大水，那水灾会对啦。迄稳当走未去嘅，阿妈大家拢放点点嘛，等下淹死人啊，淹死人啊，他第一二十吨后边安怎啊？你又唔去再关心啊？啊，那无去结婚啊？吼，总统逼过来，总统逼过来，逼过来即个看，伊甚至去现场看，了最去现场，上连前要选总统的心情，啊，伊个有去到迄个头我讲的演戏的去见咧，现场去看了对啦，好啊，了了，甲大家回去的啦，好，甲大家回去的吼，啊，当然20吨啊，唔是我接见啦，啊，唔是我啦，吼，啊，那唔该吼，但是开家门的，对，但是这。确实是吼，
一个很大的问题啦，因为他们地下处你看那个电影就知道，你像三个新闻的报道做什么音质的韩国大音质那怎么知道参纲是本是本色还没得啥还没得混杂啦，因为本色和混杂都黑白拼嘛，他们韩国的水沟原来像我们台湾那些水沟旁有看过小小旁，你如果是本本色和这个混杂因为我对那个水沟旁边就给他打去水就灌在里面，我都灌在狗仔里面，我灌在那里罗宾兄的音起来啊，应该那是部分是因为因家韩国中部家拢汉江啦，汉江因为汉江无改做因为修泥江，因为热系因为热伤大了对啊，热实在是热太大了对啊，所以其实的水拢溢出来，所以下未出去啊，水已经下未出去，你个为。下水倒出去就对了，迄河水嘛，无都排对江内底去，因为江已经溢出来啊。嗯，那是讲伊已经无效啊，已经无效啊啦。你个无台湾啦无效啊，已经无效啊，对啊，所以就是规拢淹起来是啦。啊，这实在是，你但是你知影这落雨的这个水量了对啦，已经超过一百吨来，记录个已经完全不是你乌外大的狗啊，乌外大像台湾的这个下未去啊！即马台湾即马防洪的设计哦，无多去用啥个咧，用什么咧？几百吨、几百吨啊！那个省，因为完全未准啊，所以即马拢是要求啊啦，就是讲咱啊落真大船，咱会当伫外久的时间，咱水掏掉啊，掏掉，水掏掉，水会当水掏掉，未积冰啊，对啦，会淹水无唔对，但是那是因为瞬间落的雨伤大，所以会淹水，但是呢，只要五分钟、十分钟以后，伊就消去就退，退出去。啊，那未退就食啦啦，你来抽水机啊。所以起码大概就是，干来当安尼啦。啊，你若处理呢，位所在诶，较高较低诶所在会淹水吼。我建议就是真简单啦，就是有种迄个防水闸门哦，平时也未用，用迄塑料插落去，那种诶哦，你著装起，几千块咧吼。迄够好，有效防水闸门咧，有效。但是要看你住什么门啦、啊。因为我看有些新闻咧报哦，咧淹水啊，啊不是。有拿整那个防水闸门整起来嘛？结果就嘛是对了，这里靠水出来呀。我是干嘛去小小化小化查？不是，我是干嘛去水是用水的嘛去查？不是，水供溢出来，水是对供供溢出来，对水出供现在在在供，嘿，挖多，啊，但是总是外口安尼来吸到伊就对了，还量较大啦，哦，那边的量那是较惊人的了，对啦，啊，所以这你来注意来看啦，那台北，你往即马来大楼的地下室。地下停车场头前拢会有两支迄落嘿，是准备要装防水闸门的。啊，无你啊，看什么大楼拢地下是停车场，一定特别啊，但是一定会插落去，来插落去水袂落去。地下室安尼就对啦，这个设备差不多，即卖现代厝或者是，比如讲，这个捷运站，一定拢会装这啦，一定拢会装这，啊，不然袂看见啦。这个极端气候落去到底吼，这是真正已经拢超过咱人类法度处理。对啊，所以讲你讲什么啊？政府讲什么防水拢无做，其实你看这人吼，你对大自然吼，上迄落啊，所以上好诶。防洪的是安那，像比如讲高雄台南，即几当拢是安尼做啦。吼，比如讲你若台南的林德高路倒起，你会看到边后者足大足大迄个水池，啊，迄是泄洪池，就是已经去台下以前吼，昆山那一带就落雨嘛。啊，即摆有哪下，但是已经无以前遐呢，即陷了对了，规江都变游泳池了，伊就起来紧紧的消了，伊遐就是有泄洪池了。水也归排队下去了，避水堤啊，哦，就是你临江的这个，啊，那平常时啊，就当作公园嘛。是是。而且我来都话如此。对，你的公园是我的选片哦，高山人带我的电影的主人英雄就是安尼啊。对。就是你对他们饮水一顾，遐就一块水嘛。系对。啊，一块水变成讲附近的居民的民生用水以外，咱这个做事的当些。冇唔掉。包括遐乌鱼啊，咱当两样来吃。咱叫比亚啦，就是做水迄落。但是去卖人就贪钱嘛，就看到了。冇困难，对，没基础。冇唔掉。啊，迄个所有嘢，古仔地方地拢无伊啊，啊，都系今物来用大水啊。冇唔掉。啊，这你啦，为谷歌地图啊，看台南管区吼，你讲你去到较北边了，你用来看。一块，上水时都会滴汤。好，你啊，谷歌咩话看啊？汤啊，一粒，一块，我做水之中，之中我今日谂起古沙井，我就堆咗，冇啦，起做啲啊，哎，一边吞起啊啦，一边冇啊，系啊，台南其实就七个轮嘛，系。
好难带人读读过去啦，你像迄个五惠庙遐就前面嘛，沙墩啊，啊你后门连关路迄、那个迄、那个上帝公庙遐遐个旧庙，啊东区遮嘛是啦，吼，较早台南市有七个沙墩的对啦，啊啊拢算管的啦，对，算管的所在。所以东区较袂饮醉的是，东区较管，较管啦，东区较管吼。啊，你是台南市，我来当合作的七山七山市的。啊，来啦哈，啊这个水咧来，即马拢是有个急啊有个。近哦，啊时间未落长，但是啊那汹涌平落来，落水涌吼，啊你若讲顺顺啊落啊落久无啊去，伊就顺顺啊排掉，伊也唔是即马困头用倒的落来平落来啊，倒水塘。是是是，好啦好，来咱先来进一个广告哈，啊今仔日来到咱这部现场哦，这是咱台南国民地考咱的执行长建良啊，好来感谢啊进广告，来建良，特别个时间来。嘿是，啊这个除了台湾人讲韩国以外吼，那、这个澳洲吼，澳洲是无落雨吼，落雨，那落雨，无落雨，一时得会吼，四季拢咧得会吼，然后了了有半数诶，超过40%的国家吼，拢吼旱灾啦，拢旱灾啊个得会的，就是西班牙得会啊，这个意大利啦，这个法国啊拢得会的，啊英国啊得会的，对，啊这个荷兰哦是一个未欠水的国家了，对，我那吼开始这个旱灾啊，是啊混合水吼，已经为出来结噶吼，我都惊准啦。这个德国那条莱茵河哈，讲已经水位讲低加讲遐准哈，准备加起来。哎啊，有诶准必须爱下回，下存头诶三分之一啊，会当稳上三分之一咧回呢。啊，这个头我来讲了。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关心土地咱的爱。这是一个上界自由的所在，快乐爱台湾，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徐国勇。今年的租金补贴会再加码，一家三口的育儿家庭每户最高补贴金额会从5000提高到7000，减轻育儿的负担。另外政府主动协助我们的弱势家庭，总共补贴50万户，7月1日开始线上申请，合格再抽电动机车哦。欢迎上300亿元中央扩大租金补贴专区，拨打02-7729-8003。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及内政部营建署提供。各位同学，您敢知影，咱的身体、心理、情绪、智力、精神、社交等等状况，拢会互相影响着嘞？唔知影。拥有失灵较好的人，脑部得到上述能力也会较好，看册会当看较久，也较专心哦。就好诶。养成逐礼拜上少固定运动150分钟，大家拢会使头好壮壮，身体好。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热天这么热，为了煮食，无应该大粒瓜、细粒瓜，实在是真忝哦。来，青草熟食包，退冰就水的吃嘞，退冰就水的吃嘞。有鸡卵骨、鸭肉、咸猪肉、金门高粱烟肠四款料理，要吃多一项就挑多一项，5分钟就串好一项菜。青草熟食包，退冰就水的吃嘞。金卡0800-893-893，0800-893-893。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97.5，快乐昆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华东98.3，快乐配偶96.7，快乐红虾91.3，快乐在玩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现在时间九点整。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十几当前，医生讲我吼，牙周病严重。我自安尼开始用这条白沙丸起膏，加即马十几当后，阁有医生看，医生讲我气化是健康诶。听众朋友，你有想要将你气化过用无？白沙丸起膏合理可？电话专线：台南空六七九四五空七九，台南空六七九四五空七九。感谢你。各位，咱台湾人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敢知影台湾人俱乐部原来有赖？您敢知影要安怎样啊？加入台湾人俱乐部的赖呢？加入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赖了后，就会当收到明年来节目的精华，加三位主持人啊，伫线卡只有诶温中版的个人秀，张天君好听的台语歌曲。阿星笑亏的广告内容，谣言丰富的历史故事，拢会当好咱的好朋友第一手收到来独家的奉上甲内容。欢迎啊，咱所有的听众朋友，赶紧来加入台湾人俱乐部的来，无分时段随时收听。张天君阿星。谣言，新坤邀请你，空八空空五五八九六九，空八空空五五八九六九，你只要拍通市电话和服务人员留下你的手机号码，我就会传一个简讯给你，试下去就会当加入咱台湾人俱乐部的来的好朋友，空八空空五五八。九六九空八空空五五八九六九，感谢。好嘞，感谢哈兰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会转转啊，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电话也在是啊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个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个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个咱做回答哈，三位服务呢，哈兰三片加就三片。
面直接把咱送到咱的手来哈。啊，今仔日拜三哈，哈、啊，咱建良本人拢拜你过来哈。啊，咱有一挂代志，所以呢，咱刷过来你今仔日啊，来到咱这部现场，带咱讲地可咱地形叫建良哈。先来听歌，咱听一首好听歌曲啊，小等的建良归单，再来给咱做这个专题报告哈。这是带领带咱市呢，咱就黄小姐所点播中央军为咱所献唱这首《怀念稻中燕家》哈，来大家共同欣赏，感谢。
感谢啊，哈兰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机会转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好嘞，节目现场，台南高雄地区来呢，弟兄叫建良，然后来跟侬请来。诶，是啊，这个另外一条什么一条新闻是这个，伫这个澳洲哈，中东澳哈，中波含。东部的澳洲就对了，有这个所谓的中和中国的17+1啊，加一就是加一个中国啦吼，而且个合作协议就对了。啊，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就对了，为立陶宛开始，立陶宛都要来台湾访问过了吼。啊，这个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个拢来宣布退出就对了，宣布退出。原来呢，是因为吼进前立陶宛开始就对了，立陶宛吼。因为和台湾好了了，中国要报复吼，了了这个把将伊的所有贸易就对啦，拢啊制裁就对啦，所以德地吼，今年的第一季就对啦，第一季整个的三个月就对啦，中国的这个出口量就对啦，偌侪钱呢？今尾啊偌侪呢？零，一块都无了，对啦。啊，立陶宛的损失，我靠呀，就一块都无啊，归去咱终止去啊。咱难免去往来啊，对。啊，伊讲咧，终止了了，隔壁三国这波罗的海三小国，啊，无咱做伙去啊，咱做伙拢终止去啊，拢麦哥去啦，麦哥来啊，对。因三国家终止拢来终止和中国的这个合作了，对啦。啊，佮加上啥货呢？佮加上这个另外一个，唔敢讲，但是我那边终止。就是这个捷克，捷克应该是有那没决定了，两个还没终止啊，对了，哈，啊，而且佫较麻烦，但是伊唔敢随讲是用啥那协会，捷克现在是欧盟国家的轮替主席国啊，主席啦，伊今年换一轮到伊了，对啦，啊，因为伊也是新婚的关系，但是实际上伊嘛是渐渐要含中国来终止这個、这個、所谓的这17+1的这个合协议，实际加一合协议就是。告别的这个就是一届含足侪国家做伙签啦，安尼意思对，啊，但是签了了，即个国家拢反悔啦，尤其立陶宛哦，因为进前伊个制裁哦变春联嘛，出口变零了，物件拢买回去出去啊，拢买回去中国了对，啊，所以伊就各队倒去，各队咱即个世界贸易组织、WTO 去，还有无啥想要落用，各批也无啥想要落用，完全无效，迄个含台湾个，看到伊个禁水果，你讲啊，咱拢 WTO 的会员国，咱来即个个过了对啦，讲个。中国的国际吼，渐渐就是拢系安尼啦吼，啊，这顾了了，尤其小国家就会知影吼，伊会傲慢啦。啊，大国家因为利益的关系吼，白较硬吼，所以吼，当下吼，一时间较无啊多去做就对啦吼。啊，这是这个各国的这个新闻吼，啊，另外倒来，咱一点仔时间含大家来讲这个，我实在是看了报纸吼，这些物件我拢真不想要看吼，那是这个讨论这个政治人的。这些人的论文了，对吧？我唔知是安那吼，全国的
全国的名嘴即马，干那像好干那，大家拢对论文足有学问，安尼好，大家拢足知影论文了的。我就想讲，啊，你咧讲一个好一个搞，恁家咧一本论文拢捌写过啦，你说安尼讨论论文是咧讨论罗汉字了。你啊，做这听众朋友实在讲哦，听咧灰灰啦，你万三讲这论文到底是咩那事啊？我来讲，一直去偷抄啊，什么一直无偷抄啊？名嘴吼。啊！你讲啊，一世会不管你对哪呀，对列的了，对啊，你讲叫了对。啊，我只来看看他变变了。啊，这人我无写论文，我冇写过，我冇写过论文啊！对啊，讲啊，你大细写了对啊，讲啊，就把那咧有一病啊咧对啊。其实这吼，我安尼讲了对啊。我不爱讲这个是哪列了对啊。有抄无抄，这拢不是重点。我认为这不是重点，啥不是重点，我要大家说明你讲。这个代志有问题无问题吼，我简单讲好啊。台湾有真多学术机关的这个列个团体，我跟大家讲，比如讲南社、中社、北社、台湾社，这是拢老师组成的。阿哥，台湾教师协会，大教会就对了。啊，这是不是拢大家拢知道这拢挺列的嘛？是。你看看过这些团体，我出来。讲一句话，无咧，拢无听到这样，拢无嘛，哎，你就知到问题啊嘛。嗯，哦，我无想要讨论到问题了，对，但是你若问我，我也爱讲到问题，但是我对个别的人之间的论文，我无意见，对，我无想要有意见了，对啦，啊，你就知到问题啊，好，当然有问题，我跟大家不能当然有问题哈，但是有问题时，这已经变成是政治问题啊。政治问题就变成啊啦，我压你，你压我那个对，而且压了吼，大家拢无好处啦。而且我甲大家报告，压了死第一个，一定是国民党啊，绝对不是民进党啊。好，我来讲了，我来上简单的，为开始来讲了，论文就对啦。你讲你去读些书。哦，啊，写书来写论文，哦，一定来写论文。啊，伊个过程到底是安那？大学大家都大家知影在读册嘛，啊，都一科每一科安尼有学分流掉了，对啊。高三好，他跟他想读爱写论文。无啦，报告了啦，报告了，写报告了。咱嘞学科了，对，什么科老师也叫你写些报告安尼嘞，吼。好，啊，这个为学校你啦，工科还是啥话？还是这个？为科学的对啦，为科了对啦，大学的叫你安那做些毕业的作者安尼啦，做些毕业的迄个作品安尼啦对啦吼，啊这看科学啦吼，你若读建筑的啦，是读啥你来做些作品，还当毕业安尼。好，啊咱就是嘛，你两个科系的去读研究所的时阵吼，是咧啥会呢？研究所上少是爱两当，上少是两当吼，现在两当是因为有一当你爱读册。你要看大学赶快收学分啦，就是讲咱比如讲，即马一般有三十个学分，还是二十几个学分爱收了对啦。啊，一个学分吼，一般来讲吼，一个学分大概就是一点钟的课啦。好，啊那两个学分那是两点钟的课，那是这学期的课。咱所以咱这课了对啦。比如讲啊，我收什么政治学啦，我收什么咧迄个。迄、那个会计啦，会计统计啦，吼，差不多只是课时两点钟，上一学期十八节课，吼，包括考试，安尼就是两个学分，所以你要修二十几个学分，所以你就表示安那底要上课，啊，你若是二十几个学分提不到，你就别再写论文，哦，这是第一关，吼，第一关爱过了了，好，你学分有修到啊，你就一旦开始来。准备写你的论文，啊，你和你的老师讨论，哦，你要写什么题目啊，等等啦，吼，啊，这题目讨论了了嘞，你来写一个什么？写一个这个论文的大纲，哦，大纲我大概要写啥嘞？下面，嘿，我差几样回来吼。譬如讲，我都读个建筑系啦，是啊，我写的论文绝对爱和建筑系有关嘛。哎，当然，嘿。啊，你若像咱昨昏看到迄个什么道观吼，迄个仪表吼，嘿，仪表，伊是写个迄个研究迄个苏格斯调整的啊，嘿嘿嘿，啊，现在去读伊个，啊，我已经修苏格斯调整了。伊喊我是学术的哈，咩个地方能讲不讲啊？嗯，伊是伊我。假设讲我是读迄论文学的啦，啊，我要研究苏格斯调整这个伊个，而且这种论文干啥？会使，但是你来写写调整的，比如讲我是读社会，写调整对因处理的人的影响。哦，很滚，哎，很滚，安尼来算，安尼来算，嘿，所以。啊，一本免讨论，吼，一本绝对是假的，吼，一本绝对是有问题了。第一点看了免看了是有问题了，对啊，你的国小可以咱挑起来变色书了，对啊，你看你，我跟你讲吼，你落去本体来看问候啊。
啊，失调症是什么物件？你给我解释一下。应该讲未出来，我来讲。哎，没来，所以我们来讲胃了，上班看是国民党嘛，吼、嗯。好，啊，这个你只要读我人讲的这论文的大纲了，对，你写了了了了，对，来进入上来初稿来开始写。啊，伫这個过程内底，一般的学校吼，胃学校了，对啦。爱先通过，爱经过一个迄落啊，学术一般是无，那博士来啊那，第一个，这个过了了来进行一个叫做博士的这个考试，先要有一个考试，摕到候选人的资格，才能够继续写学术，因为学术较简单，哦，字嘛较少，差不多一般那么，差不多会写万外字尔啦，哦啊，应该是无甲遐少啦，差不多一般差不多拢爱三万字吼，上少爱弄三万字了对啦，上少啦，差不多爱弄三万字哦，先弄三万字吼，那这个伊爱。爱这个写啊，细节咱就卖讲哦。你讲啊，就开始写论文，写了了了了，对啦，写了了了，你就含你老师讨论哦，改，哎，干嘛都要改的，跟你讲啊，改了了了呢。哎呀那老师就干嘛会使啊？了点个了了的，哎呀那准备来这个考试哦，准备来论文的考试，论文考试啊那就是念老师参详，好啊，找两个，找上少两个教授，好。啊，一个你家己的指导教授嘛，加上你家己的指导教授，安尼三个教授，啊个一个啊三个来对经济的叫召集人就对了，啊进行这个考试，考试大概就是啊，那个糖啊饼啦，吼饮料摆摆啊，老师这位来的，啊你得准备报告，好，你得准备报告啊，报告你的论文，啊一人弄一本嘛，吼，你已经拢先看了，首先学牙用这时间来。考试对啊，考试是公开啦，一般别人买单来听了对，啊，你也报告，你也报告你的论文的内容，啥，老师就开始给你问，我哎有什么，你这是安那倒一倒倒安那倒一，你改水，叫你改水了。是讲咱都已经有写嘛，靠老师那个在提问。啊！爱经过考试的委员，其他的委员来你考试了，对啦。啊，皇宫是不是别人写？你拢连看都无看，根本看啊！不是皇帝，这就是考试，这就是含考试咁款，这含考试咁款的。咱去面试嘛，咱来去食头路爱面试，咁咪通过，咱就爱考试看咱考试嘛。爱其实就是安尼，就是安尼。但是一般来讲呐，你的老师了，对啦，愿意让你入去考试了，对啦，大部分90%-99%拢会过啦。哦，然后无个1%未过。就是没有你拍看了，就还没有你拍看了，对了啊。啊，因为这老师请来考试委员嘛，是你的老师含你做位请的，就是一定认识晒嘛，还是含你的研究有关系，好，你才会请的人啊，所以伊那请你，伊那接受，摕着你的论文讲好，我要来，各位话你无过就对了，安尼算你人会歹啦，你是爱检讨就对了，还是你的老师，所以吼，一般来讲。伊会经过这个考试，而且考试了了，伊就来问，问一寡你论文内底物件，问了了了呢，结束了了就拍分数，好，啊那超过然后及格不过就留过，啊老师会在签名，所以你迄个论文册头前就有，即使考试委员的老师会签名，伊就来签名点头。他们是正式公职评论，那个通过呀，完成啊，完成啊，了了。系数比较慢就对了。反正了了，你要叫因考试委员讲的内容改，伊叫你改，还一个改一改，啊改啊，迄本就是点个，点个就送你博物馆，啊，或者图书馆啊，送你学校。要完成一篇论文，不管是你的学术还是博士，对啦，要写一篇论文，对你开始写到完，写完兼考试完，对啦，哎呀，我过时间啦。一般啦，学术论文较紧啦，吼，一学术论文挂档，你看挂档吼，我也挂档，我也较厉害，啥各位，嘛写会出来。啊，你啊什么叫我写我一个月写好哩，安尼，是无啥，以前也是无啥，学术论文较无。有接你写的较好啊，啊那博士论文呢？博士论文一般来讲两三档是一定来啊，吼，因为伊字数嘛差真多，当阿边要10万字哦。个人见我清楚了，不管是学术论文啊，或啊，是博士论文啊，咱已经拢写完啦，已经拿学术博士毕业嘛，啊，即个论文都在跟人有讲嘛，讲提起什么图书馆啊，对，提啊，伊即个作用是不同啦。不，那是外人诶，甲你参考啊，参考你的论文啊，我后来后一个咁样写诶，来参考你诶啊。
比如讲我是简单讲，我你讲，这个真的是你的智慧，对对，你家你的智慧经历，对对，一本册，老底下老底下，佮继续来研究。所以伊阿爷呐，即马规定是讲你爱安那呢，你若无迄个在底无机密的物件，你就爱公开，大部分拢会要求你规定来公开。啊，你来坑你这叫做台湾有一个全世界拢有一个硕博士论文网站，嗯，你要查一点，查一点所有人的论文，全世界人，全世界人拢会当查到的。啊，你来坑一点啦，对，你来好好图书馆，你用来坑一本伊，就是好好弄图书馆，好一点图书馆，你用来，我论文你好好来找点，我论文了对啦，一点来有论文，所以你物件招架未起。啊，独一公安呐，我这有这个，我研究国家机密，哦，有啥物物件的啊，所以我限制你看。但咱看了头前个大纲，内底内容会限制，但是上少嘛看着你的，你的头前迄几页呢，几页看会着。啊，头个我袂记讲啊，即卖新的规定，我迄个时阵无啦吼。新的规定是你论文写了了了，要考试进行，爱先经过一关。嗯，就是因为即卖拢用电脑拍啊，以前用手写呀。嗯，哦，啊，即卖用电脑拍，所以拢有档案。嗯，档案学校拢会要求有一个系统，电脑系统吼，叫做比对系统。嗯，伊内底有全世界的这个论文哈，啊个期刊的所有资料。嗯，伊就把你的文章吼录入去这个系统，伊就开始造，嘟，伊就开始造，去比全世界的文章。嗯。比对了了，哎，跟你讲，你有百分之偌侪同款？哦，有迄个系统，你的比较，这啊，啪，啊，就造出来。哦，那边的啊，造出来，头差不多讲，那是爱心经过迄个系统，开当考试，开当上面考试就对啦。啊，所以你啊，落嚟都哎呀，跳出来讲话，百分之七十。啊，百分之七十就拍到呀！老师来讲，哎，这袂当。啊，但是我百分之七十见面，我百分之七十，但是我弄做人工这，未使，赶快未使，赶快未使。你是百分之七十，嘿，你是表示讲你无。你哪边讲参考的？超过百分之七十买什么？你哪里啊？你是表示讲你超过，你超过参考这些？应该是安尼讲哦，你啊百分之七十，为人可能还没讨论，干咩啊？不要你贵。嗯。但是你啊为百分之七十、六十出来，喺那边讲啊。啊，你像迄个科学话咧，已经超过七十二。嘿，七十。所以就是表示那鬼拢对袂起来嘛，嗯、啊，其他系何里上？哦，我就话你讲啦，我先系两个问题，第一，你另外啲呢啲系统啊，一般系好规定拢是十五还是二十，好开晒，哦，超过二十来解水啊，我系你接解水，哦，啊解水来解水通，可能我那何里上，好、嗯，啊那解水未通，好、哦，啊且就是有疑问，也叫你对解，解了了个落去，落去。系统啊，即系比对，就个造，诶，造啊比十五间啊，哦，会晒啊，呢个得啦，好，啊，所以我哋俾问啊，第一就是讲，即系起码比较差，即系所谓论文嘅高经过系统，嗯，应该用嚟经过，其他冇经过系统。哟，啊，那上上你啊，你唔得。OK， 我就提出即个疑问嘛，你讲，所以我就讲在讨论哦，你系大家何行都冇意义。啊，你若上科学话，佢用个两包工，伊有超过七十，含量咁宽。啊！那呢？伊唔说冇经过这系统，就是我唔知，我唔知，是不是冇经过这个系统？啊，冇黑加气。跟住我请教你，小顺公，我冇经过这个系统，我哪会当搞啊？用家伙毕业吗？唔知我唔知，你系问下校啊老师啊？啊，你了解啊？我知，我知，系。所以第一就是这个物件吼，嗯，诶，这个我刚才讲贵点，跟讲嘅这种一般正常人哦，我冇讲政治人物咯，咱一般正常人你也要读书，就是这个先标准。哦，你讲系啊？所以你放心，这人拢绝对冇抄嘅问题，只有论文好坏嘅问题。啊，个第二个问题是啥咧？是学术嘅论文好啊坏？啊，这物件就真。我坦白讲，这其实有标准啦。啊，你若提来，我看我看有啦。啊，你若要叫我评论人家人的论文吼，我那老师我是袂好用贵啦，我拢袂好用贵了对啦。我应该是拢袂好用贵啦。我拢来讲，你唔能你写这样的真正袂使，啊，得定下。嘿嘿，啊，但是呢，不过安娜对啦。嗯，这个，咱先甲大家解释，讲这个规定大概是安尼。哦，咱即卖那一般，咱讲拢正常人啦，正常人你要去读书，你是经过这个规定，经过这个规定。啊，咱即用这个规定，再个合资的人就对啦，刚好这个规定。嗯，啊，第二是因个都咧，因拢袂讲个啥呢？当然未讲啦，当然未使讲啦，头抽安尼年，当然未使讲啦，你细汉啲个，那系在讲嘅嘛。啊。第二点呐，社会制度内底，大家拢来咁样好，啊，这读书好介搞，安尼政治人物咧，大家拢听，啊，感情上读书有较搞。嗯，我讲一个笑话吼，这个台南市吼有一届咧选举，中山红咧选举届，有一届五卡都五个人出来选，以前
这个考验在是推动的，我拿出来算了，对啦，还没变的对啦，啊，不要是中蔡红动算了，国民党个提名两呢，吼吼，你来看我算的，啊，一个叫林南星，啊，一个我去推动的，这个一个叫做过立委含国代，这个叫什么人？我说向我没记，向我没记名。可能啊，各种啊，这男性啊，个是嘞，唔知叫啥名，我向唔记得咯。你什么 A 级嘛？唔是？诶，唔是唔是唔是，这个。他们这里书记嘞？诶，唔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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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这个英州啦，英州诶，这个。林文雄。诶，唔是林文雄，嘿，林文雄个后边。啊，这更低嘞。嘿，这个我说向唔记得名吼。单英星。对，单英星，单英星吼，啊，因两个拢国民党诶吼。那迄个时发生一个代志是安那下边。哎，暑假的啊，因两个拢哎，欢迎讲因两个拢读书好了，咱等下咱继续来讲啊，请精彩又来哦。是啊，非常感谢咱今日用几多来去听咱台湾人苦乐杯直播哈。现在是公告时间啦，要来介绍咱现在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价产品就对吼。欢迎你多笑多山顶的山，许多山这边高向是二十几档啊哦，用心许多，好大家注意一下，真正好的产品，二十多档也搁咧风行，经过三十档嘛是也搁咧风行，因为咱人的人体就对啦，够做就对，白天一定拢差不多是遐啦，注意用许多，什么人较好？十档后也是同样叫好，所以许多山是非常给咱用许多好来个处理的这个物件就对了。因为咱人的身体哦，吃过这个物件是不就对了哈，拢唔知道是好阿歹，唔知道有杂质无，拢唔知道。所以接落去了，等到讲报纸那报，哦，要求啊，什么人去做这个要求有咧红字啊？啊，农药是不，这些农药。这些不应该吃的不多来一毒素，那都不知道吃了就不多来，所以就最近年纪啊，你根本真不注意嘛，身体不调理嘛，所以有的人哦，干嘛讲？我的四五十岁呀，我现在才治疗高血压，现在治疗糖尿病，好、哦，啊，现在机能我肿瘤真侪问题拢产生，甚至心也不好，容易多，这拢是体质老化，啊，现在体质老化。就是你本身生活过程中间接触的垃圾特别太济了。这样哦，这真正哦，体质老化有影了哈，哈、哦。所以有许多今日才种，比如人了对了哈、哦。这保养对这身体最重要的是啊，心灵大家爱顺顺。你开始机能这出问题，中间到底心灵大家不会顺啊，过乱呢，乱呢了对。机能会乱，啊乱了了，伊慢慢一项注意，机能一开始就退化，啊退化了后就，咱人辛苦白听，就代表了呀。所以变啊，好咱这人的身体、新陈代谢会迅速，会细胞的活性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的对。咱现在公司是做成一张制高价，难度性皮肤大概怕等个地方。想不拢有跟人讲啊？那你刚才讲，我怎么吃这个西多山吃一段时间了？对啦，那皮肤继续水，体力继续有，精神继续好。从西多，那个新陈代谢的顺序，皮肤那开水，那没顺序，皮肤不可能水。人工熟悉了就安尼，好多人难看这个病呢，病那是有更强，我这人心这个用，病那是暗淡。面色不好，这个、人心理上都有出问题了，对，真清楚就是安尼了，对。虽然进来用许多，但许多山，好好那个利用，最早还不最早是这时候才对哈。所以以许多山这三边为主了，对，我的抵抗力一强，体质也好，哦，而且慢慢啊运作正常。你那已经乱的人哈。啊，吃一段时间过了，慢慢，也调整做上来，对，调整做上来，吼，以许多山这个为主哈。有那个手骨头，那骨头咱就怎样吼？来训练了，这是顶骨空啊，那骨皮骨样的不一样。骨头哦，那叫骨质叫流失去了，对了，骨头是怕的呢。你走路会疼呢，
足侪人惊会听咧，袂堪咪惊咧，袂堪咪徛咧，袂堪咪拗咧，安尼哈。啊，老大人啦吼，那骨头啦怕伊了啊，就容易破，容易坏掉，坏掉中间易破的掉，所以这真重要。恁个手做保养吼，和你介绍恁个手和你的掉。这金明的第二代，金明的第二代是米巴这集团吼，重新研发的掉。哎，经过啥？经过这个无温度，这零下的气温以下落去做。一升温开关，所以佫无这种热工兵啊！热工的电灯啊，你做过程中间哦，升温也降低，所以咧，克服这个热工兵，包括的温度电下以下，去完成这个物件中间的条，以及叶黄素、叶黄素这种物件，伊的升温也保持较悬。所以这第二代最重要的是这个这两点的条。无咱第一代咧做得好好，第二代升温较悬，咱当然爱第二代互咱吃，对不对？这是米吧，只有一团，诶，团队基金发出来了的，所以别个吃，咱来讲升温较好，较悬咧，金立平的第二代，好、哦、感谢哈，一、哦、路通过等啊，等啊，绝对要过好用，别再有先死咯，别安别再有先死咯，一路通过等去做好用，就无唔对了哈，我报一路清会议。这个血液按摩膜，我在这里讲，大家跟各位讲就对了。血液在咱的血管的流通，包括中年人的血管，到底有流通不流通，我嘛唔知啊。但是我特工我做得吃，哎呀，你一粒尔嘛，啊，暗吃两粒，啊，那上计是去中途去吃两粒安尼，足简单的就是安尼就对了。啊，火力保持这个血液的流通，会迅速，没有流口，较未差的。他的心脏好不好？他就吃力，啊，他的脑啊吃力。所以存款和损失这把真重要哈。一六千，我报一六千，保存给他们说朋友这行业，要不算，要不算，家己的帮你家己赚啊，怕怎么过来？但叫保存给这个用哈，会昂手，会昂手就是咧贫血的人需要吃的物件，从细做检查就没有，把这个想，头壳会咱嗡嗡嗡嗡。鬼刚刚才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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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病的咯，除了你感冒了，感冒那头发恭喜行了，哦爱烧了，肿肿了，啊你那不烧，啊不流鼻水，可能不是就鬼刚刚才他，那么头发拢未爽快，未清彩，伊就行啊，那就啊无什么病哦，无感冒讲我倒无安那哦，可能是头发未清彩，那样有可能是会不高，欠不病的。所以，红细胞那是有这竞争的人，只要你贫血的人，你吃血红素就简单了，就差很两粒，想给 A 到时啊，不吃一两粒安尼尔。所以这是真简单，可能会当会当有补充起来，和你身体发挥机能的运作的正常的物件。会昂说感谢哈，有点不了解，你这里拍电话赶做详细询问，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
空五八六六八哦，这是咱中国边付费的教会专线电话吼。来，今天去拜山呢，原本是拜二要来到咱节目现场啊，因为啊拜二多好，有一挂代志爱处理诶，这个建量吼。今天去拜山来到咱现场来讨论着吼，最近安尼咱国外差价请来的所谓诶，这个是输论文、破输论文啊。可能我伫正论型的节目啦，包括有诶无诶，足侪人去探讨着这件代志，听着上盖精彩、上盖清澈诶一道诶论述的对啦，诶解说啦吼。啊无以前咧听拢听无啥有啦吼。啊，咱建良即摆去继续吼，要甲咱谈论着以前迄个咱当时算计诶。哎，对对对对对，迄个时阵吼是安尼吼，迄个时阵即个算计选即个林南星含即个。含这个头我啷讲咧，单先吼，两个吼，哎，发现讲因的公布顶头两个拢识书呢，拢美国的识书了对啦。哦，啊，这个就啥样子，咱总无这两个来看。哎，这两个一下上来，哎，顶头下边下讲，这个美国西提大学的硕士，嗯，好、嗯嗯，啊，另外一个呢，下美国城市大学硕士，哎、嗯欸，这奇怪呢，啊，这两个的东二呢，下讲东二呢，嗯。美国西提大学英文叫做 City University， 嗯 ，City， 嗯，啊 ，City 的意思是啥？是城市哦，所以哦，你两个同学呢？嗯，哇，啊，你了了这景山总部这边家一选呢，发言人是林俊贤哈，伊是美国的教授哈，嗯，伊就提伊的证书出来讲，哎，我证书在家哈，啊，你两个。同学呢，你俩拢无识晒，阿无提出来玩看先咧。阿条生喺后边稍微嘅，你要讲英文，讲比讲识数呢个事，那就是咩嘛？那是咩嘛？那是有啥？比如讲，石鼓大学还是去上这个课？对啊，有上上面会啊 ，CT 啊，这个翻译 CT， 那翻城市大学，我咧看下，我安尼上去就去落了对啦，好啊咧。啊，你学历啊，大家都讲爱看学历啊，大家都讲哇，这学历真好啊，那样子。但是真正学历就好，就好做代志吗？嗯，学历歹了，他卖吗？其实不一样。嗯，这是安那，但是现在安那就是，这是就是这样啦，是个选举的美学啊。咱是拢想讲一定爱高学历的吼，熬读册安那哦，较熬人了对。你讲啊，叫我去想着吼，这个高学历册读惯吼，读侪读少吼，有当时也不是跟他考一点文凭的。是啊，有当时外形。看出来呢，你想你年轻啊，好啦，年轻啊，好，你跟我讲外国的是读书的事，这个行，有当时也是爱提文凭去人看，人家讲哦，你是大学的硕士博士，有当时咱看外形，咱就知，哎，这个差不多还是校对的，还是今日你讲话嘛，就那亲像昨昏别个那个什么人啊，南道观的这个二舅，对对对，毕业没得行，安那看都无，哦，你讲一本就蒙得路向破，哦，我看了一本我惊死哦，人家书架是掉钱，啊，所以。你也能看出了，这个物件是啊，讲第一就是因为民众的民视啊，啊，这个所以我感觉这个是微微吼，出片出出来真好了是，后边政治不了，咁啊靠呀，无朴素些思考要紧嘞，哎，民众大家看了下面了笑笑，起码你也大家看到了安那，大家看了国家服务最重要，大家看了下面了啊，还是看了是吧吼，啊，大是安那，大嘛是安尼尔，哦啊。
所以对啊，所以进来这就是安那，这我被讲了，你讲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而且真大的问题，所以我不想去讨论什么人托比什么人，是因为我第一个已经先讲了嘛。戴明雄这物件，这拢无讨论的解答。你讲这个二调去变成为国小毕业变成习俗，能造出来的能当变成习俗了对啦。啊，这哪是？这有啥物通个比对啦？就是讲伊抄啥物人，已经无重要啊，已经无重要。这是啥物？这就是种制度性的问题。就是讲，比如讲好一点个人，还没配国为龙倒喝水，倒看倒喝水。那不好，就个老师啊，倒喝水啊。啊不好，就个大家人家后面还是学电。对啊。起码他比凶的是啥嘞？那说为这个暑假来看，反正连代代拢玩的可能性，某一寡特别的可能。但是你嘛未使安尼讲，因为内底有真侪学生是真正认真咧写论文，真正真侪老师认真叫咧做研究，而且受这现象我唔知啊，这是不是爱调查、爱进行的啊？但是这为了几个拿这个政治，我全部拢用出来，歹看嘛。啊、所以吼、哦，大家我来应该家里有那仔啊，讲听下帮嘞，看能啷个安尼啊，啷个不如，啷个不如安尼啊，就歹看了对啦，好歹细腻啊，啊，这种好代志，我感觉这种是对比来是好代志了对，啊，所以这类物件讨论咯，我感觉讲咯，你一讨论来吼，歹看拢家己呀，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歹看拢是家己啦，啊，学校这当然你讲学校。母一下论文，母个校长出来了，这当然是政治啊！这我你话讲这没政治，我唔是，这就是政治嘛。啊，但你去拍嘢政治，你说是去了原来要讨论论文迄个物件，哎，就是阿边咧，因为迄个物件未讨论进嘛，讨论来了乌萝卜侪是啊嘛。哦啊，既然这也未讨论，这也未讨论，你哪拍个欢喜噶？结果你即嘛拍，你要看戏嘅。迄个演戏也袂落台，啊看戏也袂落台，可以弄个弄了，我还讲大家歹看啊。后尾啊，啊，这含选举有啥物关系？你讲你有习俗，含地理常识有啥物关系啊？这卖讲习俗读书哦，卖讲习俗读书哦，卖讲论文是真正个底下，还是用头抄的哦？这有作者年代，他的文凭就是直接去用咩咩上来啊？啊，是啊。哎、欸，这不是讲学术、学术的论点，哎，论点啦。这如果那是个年步嘞吼，有一挂我唔敢讲传播啦，冇听过啦吼。有一挂吼，迄、那个私立的大学就对啦，你钱摕去交，啊，你等吼去考试，四年了后是一文凭都好厉害嘞。你就随当当一张大学的这个文凭啊嘞。嘿，听到没有？唔是讲学术、含博士名嘞。是连大学时光啦，作者拢是直接开钱的，咩都有啊嘞。嘿。是啊，所以就是讲，第一个物件就是爱卡达的报告，就讲一般选民吼，实际上并透过这个事件来当吼，大家对合理的这个物件，诶，比较，你刚刚讲来个合理的对啦，啊，你看好，看有品质的对，这个观念爱提掉，爱提掉了对，爱提掉就讲合理不是真大问题，你有基本的基础的这个合理来咧就好啦，好，比如讲你上有基础的合理的，国民教育有修过，我认为安尼就够，你要听伊讲啥会较重要，唔是伊提什么文凭的对啦，啊，所以安尼啦，买安那吼政治你不敢。我讲哎，都无需要。对，那像你讲，你讲这个代志，所以我会讲李文静啊。系李文静，系你讲伊也是做官嘛？无无啊，但是伊做真心。对啊，伊伫当时做事员，无人去甲强调。嗯，伊做热情，做热心，为人民百姓。你甲看伊下底有做官嘛？无无啊，但是人对台湾历史的了解，比朴树朴较朴啊，较厉害。系啊，所以讲这。唔是合理嘅问题，系啊，所以大家爱先把这个物件提掉，安尼较袂安啦，唔免端咧硬，唔免端咧车就对啦吼，这拢系当提掉。啊，第二就是讲，这个物件就是我要头下讲嘅，这个制度性嘅问题，不管是老师倒坑、科学倒坑、好好倒坑，这内底拢有古嘢，拢是问题啦，古嘢拢是安啦，这是但是这是古等吼，累积出来物件，这个。这种东西齁，这个人呢歪了对吧，轻轻的轻轻的从轻轻的就好，学校的学术等于真正的学术去做研究，齁啊，你若真正对研究有兴趣，政治你也会感觉说他有不足啊，齁比如说我中正到一个程度了，我感觉说我感觉要来充实一下，我来合一下公共卫生，齁我感觉这真重要，还是这个经营管理我干嘛呢？我做事的话呢，真侪人家无了解呢。哦，我来行，但我想要来谈。哎、欸，这我非常的赞成，这非常的好了，对。但是唔是咯、哦，我咧已经做无用啦，个进来读一下些书，还拢假啦。我是干嘛讲吼？你若为着要充实家己吼，去读书就正好。这真好，这真好。啊，你若为着要学家己做好看，去读经，迄个唔好，迄个唔好。啊，读经，上少即个就是讲，但学这个物件吼。
有一个清楚的点，我不真正是无想要讨论这什么人吵相，像那些无意义的对啦，那已经无意义啦，完全无讨论的，对我来讲无讨论的意义啦。来非常感谢吼，今仔日咱建良吼，啊，咱吴建良教授伫这个节目当中，针对着最近咱的吵架、加滚滚，的论文讲啊足清楚。好，啊，咱时间的关系，咱暂时先歇困，来个进一段广告，感谢。来，建良，大家一段时间。是啊，所以这个代志吼，来讲。我认为讲也好处的讲，哎，中间的对啦。一般的民众对于这个政治人物一定要各学历这物件的迷信的，唔通去想讲一定爱学历足悬啊，即无啦，你无影，你学历拢啊看坏了啊，还认真什么的，做什么工课，讲什么话，当做咩工课，讲得出来较重要。那边下好，别家咪当做一点。那嘛足搞，那嘛只要做了好就好啊，做了真好就好啊。老协调也要处理这代志，安尼就好啊。啊，所以讲唔能够有这迷信，好些的代志哦，当个啊那地理是啊那为了给大家拢拍看，我他咪讲了，为了大家拢拍看了，啊这人家。不是个人的问题，不是民意代表，而是这个主管的这政治人物的问题，还是啊那会系统性的嘛？我拄啊拄只讲了。